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给。这是晚上的电影票。给，这是晚上的电影票。二，妈，你做的鱼真好吃。妈，你做的鱼真好吃。三，太好了，我们进球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进球了。四，喂，我到了，你给我开门吧。喂。我到了，你给我开门吧。五，我们比一下，看谁跑得快。我们比一下，看谁跑得快。六，他正在给学生上课呢。他正在给学生上课呢。七，先生，您要的茶来了。先生。您要的茶来了。八，大家看我这里，笑一笑。大家看我这里，笑一笑。九。快七点了，起床吧。快七点了，起床吧。十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
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。十一，你说的是哪个字？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十一，你说的是哪个字？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十二，孩子睡了？是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十二，孩子睡了？是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十三，小狗怎么了？今天都没吃东西，是不是病了？十三，小狗怎么了？今天都没吃东西，是不是病了？十四，女儿呢？去游泳了？没有，她在房间里看报纸呢。十四，女儿呢？去游泳了？没有，她在房间里看报纸呢。十五，谁打来的电话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他姓白。十五，谁打来的电话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他姓白。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。十六，有时间再来玩？好，别送了，快回去吧，再见。十六，有时间再来玩？好，别送了，快回去吧，再见。十七，苹果洗好了，吃一个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七，苹果洗好了，吃一个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八，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十八，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十九，还没到九点吗？已经到了，我的手表慢十分钟。十九，还没到九点吗？
已经到了，我的手表慢十分钟。二十，你的书都在这里啦？不，外面还有一些。二十，你的书都在这里啦？不，外面还有一些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汉语说得真好，学了多长时间了？谢谢，我从去年开始学的。男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二十一，你汉语说得真好，学了多长时间了？谢谢，我从去年开始学的。男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二十二，公司旁边那个水果店，你去过吗？去过。店虽然不大，但水果很多，也不贵。水果店在哪儿？二十二，公司旁边那个水果店，你去过吗？去过。店虽然不大，但水果很多，也不贵。水果店在哪儿？二十三，到了北京，给我来个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您打。男的怎么去北京？二十三，到了北京，给我来个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您打。男的怎么去北京？二十四，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昨天睡得太晚了，没休息好。女的眼睛为什么红了？二十四，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昨天睡得太晚了，没休息好。女的眼睛为什么红了？二十五，小李，
你妻子也来了，怎么没看见她？她在里面看电视呢。小李的妻子在做什么？25。小李，你妻子也来了，怎么没看见她？她在里面看电视呢。小李的妻子在做什么？26。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要这个手机了。男的送了什么东西？26。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要这个手机了。男的送了什么东西？27。今晚来这儿跳舞的人多不多？不少，有100多人呢。有多少人来跳舞？27。今晚来这儿跳舞的人多不多？不少，有100多人呢。有多少人来跳舞？28。您好，请问张医生在吗？他今天没来上班。男的要找谁？28。您好，请问张医生在吗？他今天没来上班。男的要找谁？29。这个房间太小了，有大点儿的吗？我去帮您问一下。女的觉得那个房间怎么样？29。这个房间太小了，有大点儿的吗？我去帮您问一下。女的觉得那个房间怎么样？30。那家店的咖啡很好喝，我去买两杯。那你快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男的想要做什么？30。那家店的咖啡很好喝，我去买两杯。那你快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男的想要做什么？第四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
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你想去哪儿旅游？我希望这次能去中国。为什么？我朋友去过那儿，他告诉我那儿很漂亮。女的为什么想去中国？31，你想去哪儿旅游？我希望这次能去中国。为什么？我朋友去过那儿，他告诉我那儿很漂亮。女的为什么想去中国？32，你星期日也要去公司？是，这几天很忙，有事吗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房子。下星期吧，这星期我没有时间。男的准备什么时候去看房子？32，你星期日也要去公司？是，这几天很忙，有事吗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房子。下星期吧，这星期我没有时间。男的准备什么时候去看房子？33，外面还下雨吗？不下了，天已经晴了。那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等我几分钟，我去穿件衣服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3，外面还下雨吗？不下了，天已经晴了。那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等我几分钟，我去穿件衣服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34，你现在有多少钱？300多块吧，怎么了？那个椅子要160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这儿有，喜欢就买吧。女的想买什么？34，你现在有多少钱？300多块吧，怎么了？那个椅子要160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这儿有，喜欢就买吧。女的想买什么？35，请问北京饭店怎么走？往前走，就在路的右边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男的要去哪儿？35，请问北京饭店怎么走？往前走，就在路的右边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男的要去哪儿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